不好意思啊，哈，那个因为问题非常多哈，我能够就我所了解啊，那么如果还有不足的地方，再请我们同事来做一些补充哈。那之前有提到一些问题里面，包括保留区啊，在我们核一厂处理的过程中会设置一个保留区，也确实是因为干储的需要跟一些废料啊，一些低放射性废料的需求，还有一些处理啊，那我们当然必须要有一些保留啊。那我们把保留区设在距离电就在电厂的西南侧啊，比较角落的地方啊，以便于方便管理。那剩下的厂址都可以释放出来啊，并不是说其他的都不能释放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所以其他的位置都可以在厂址呢都可以再进一步的利用啊。那在这个保留区里面会保留。那有来宾呢提到就是说，一个是厨艺是25年，干厨呢是40年啊。那这样的问题当然厨艺25年之后，或许在25年不到啊，有些地方释放出来之后呢，我们厂址也可以再进一步的使用，因为核一厂它刚好厂址的中间呢是有些丘陵地啊，那么在靠近马路这一侧的，基本上它是很可以很容易就释出来再利用的，所以可以提早就释出，不见得一定要等到25年啊，所以这个概念上面不是说25年到了之后才开始来再利用了哈。那么，是，哦，我知道，我还没有回答哈。那保留区并没有所谓的什么法规规定说不能有保留区或等等的。那因为台湾保留是因为它里面有干储的设施有一些低放射性的废料的仓库保留多久？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干345 kV 开关厂。345 kV 开关是我们北部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力的一个网路啊，那当然它一定要被保留，不可能将它拆除掉啊。所以在这个小框块里面呢，这是我们所规划的一个保留区块，那剩下都可以把它释放出去啊。对，都必须要移出来，都必须要移出来才可以把厂房给拆掉。因为厂房没有拆掉，那就，边坡的没有要搬，那我现在画的这个粉红色的区块是包括边坡的那个部分，都包括了。对。这边呢，这边就是我们边坡的位置，对。这个二号储存库是低放射性的，我们会在这个区块里面。哦，我们没有挖，本来就是一个平地，本来就是平地啊。这个图面可能看得不是很出来。不是请他搬走啊，我们是跟他购买的这个，他也愿意卖的啊。他为什么不得已搬走呢？为什么？哦，没有，哦，这个他不是逼不得已搬走哈，不会，我想，对，是，但是我们你可能用词不是很恰当哈，不是不得已。哦，好，那没有关系啦，我想这个不用为这个争执哈。那基本上我们当然是希望这边不要影响到一些有住家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嘛哈。那当然这也是都平地我想在地应该都很清楚啊。有没有邱先生最后搬走那个邱先生，他们他们出入的那个围墙边那个，你们现在用一个铁网围住，就把路断。这个问题我想可能适合去问核一厂了哈。不过我现在这里可以回答你基本上这个路并没有路名，这是属于核一厂的厂址范围内那并不是
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到附近这个居民的行动啊，因为居民他还有不同的路可以做一些选择啊。对，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说反映说他的路被阻断不通了哈，不能到达他所想去的地方，应该是没有。认得通了，我向你拿出一个粮食出来啊！你是外的土地啊，看你的未来的子孙能够安全生存下去啊！处理这样做处理是差太多了，都完全没有人，都没有环保的，环保署的官员，请你回去好，把他处理几百号去过滤一下，像这样做啊。台湾北部，台湾整个都完蛋了。为什么这一百这核一厂会131座骨灰坛呢？环保署的，会有这样的一桶是六米乘5米的高度，这样一百三十一座核二厂132座。这样的辐射剂量是整个你他的那个辐射剂量哦，因为我们是核安的那个主管机关的，这个我们的业务长潘平这部分会来依照潘平来进行做那个把关那但是刚讲那个辐射的部分，这个有各个主管机关在做进行的。好，我先跟那个。所以这是一个物管局，这是你的责任的。你们做了，你们这样做的是那做干事做下去啊、哦？你现在这131，这260几桶，你看新北市的猪肉市场不要做了啦，不要闲了。300条啊！如果让你做了，他也没赚呢、啊。他肯定这事情他，一定没办法搞歹嘛。这样的合约处理方案是，处理跟合约处理方案是等于说是视而无睹啊，没有作为的一个作为啊，这完全没有负责任啊，这世代正义完全没有。现在在座各位能够凭着你良心去做一个对的事情，因为你之前做了决策，你讲过他是欧阳明是实在做了决策，他应该负起这责任。你们如果在承继他的干事主任的电脑 HPS 的这种拉的做下去的话，你们是一个执行者，你们是这样是一个，我们讲不要对他的后代来讲是你们是共犯结构啊。这是不想用的言辞，但是不能这样讲，因为发现有问题嘛。现在你连他 sale 在里面都没有，你怎么确保安全？你整个设施你都没有，你要万一你的道路啊，万一你的做一切。都没有细心，所以我们提出问答是一个让你解套的最好方法，所以希望你，和马那个黄博士，你可以回去跟马书长报告一下，请他积极去讨论的问答，我们提出的这方案，还有秋吉长，两个单位一定要提出啊。台电的，希望你能够跟你们的陈副总做这个报告啊，因为这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你如果在这时候逼着新北市要去做让步的话，我想国民党北新北市一定会沦陷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很大的事件，这是走给的造孽的。你看这高级后要一百两百的那个十几座像这样的，你看我做样品里面，台电怎么做样品？嗯，你这是。那下次我们带台电去看一下做的情况怎么样，你切磋一下嘛。我要做模型比赛嘛。所以我们还有进阶版的。这等于是20:1刚好是这个骨灰坛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公司说，我们大家现在在做这些是为了台湾的安全，人民的生存权，还有后世后的子孙的安全呐、啊，我们必须要重新调整我们各自的台南所做的决定，朝着无人岛的方向来进行。我认为这是一个。啊，今天又想看大家意见，就是一个共识啊，啊，就是一个共识，啊，寻求最好的方法，因为你十月要大修，我也提过一个方法给陈部长他可以用小型的金属桶啊，做4年在地界里面存放，这是一个产品的部分啊。再加油，能够协助，所以我们尽力去，不要让你继续发电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连我们的建议都不接受的话，我们势必会各行各的力量来阻挡这个，因为同样这东西我们会送到监察院的，哦。啊，同样的东西会由立法委员送给，江宜桦，啊，江同会送给各组候选人的台北市、新北市的所有候选人的一个干的合约的处理方式的现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唤起大家之注意啊。啊，这次的活动，这次三月份的活动，我们可能会做1:1的大型的 UJ 啊，就大家到这样去走走看嘛，啊，所以是我们有几个，我们有几个细心的工作跟大家做预告啊，我是未财善变这回合啊，我们说那出奇怪的合作成回合啊。谢谢陈董事长意见。那我们继续请我们校长继续帮我们补充说明，谢谢。啊，很抱歉啊，党委先生，那陈董事长所提的一些这个意见哦，我想我会回去反映一下啊，无人岛这样的一个计划啊。那当然，刚我们黄博士他也提到，因为在整个要运到无人岛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克服啊，因为整个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题目啊。那我想这个可以去做思考啊。那我就今天还有一些问题，我想要在这边补充的哈。了解，在台湾哈，运输并不是想象那么容易哈。那我想先暂时把这个议题先搁置啊。
那在座先进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这个厨艺里面当然也会有公民参与的一个机制哦，因为在我们厨艺计划书里面就有要求了哦，总共有17个章节，里面包括利害关系人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哦，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议题啊、哦，跟这个公民做一些参与来沟通哈、哦，那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做的哈。哦那这个实际上厨艺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在我们台电本身本来就有厨艺课这样一个组织哈，那但是以前规模是比较小哈，那很匆促的为了因应这个马总统当时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就是要把这个厨艺啊这个议题提出来之后呢，我们公司就积极的。将厨艺课呢啊规划变成厨艺组啊，让整个组织的架构变大啊，来处理这个相关核电厂厨艺的工作啊规划啊。那厨艺的成本跟后端基金啊都是在每五年会去做重估的啊，所以过去所估算的或许会不是很准确，会随着物价等等的波动啊，那会有一些改变哈、啊，所以我们每五年都会去做。这个重估的工作，那以上大概我就今天可能一些意见啊，做一些简单的答复啊，以上说报告，谢谢。各位关心的几个议题哈，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也就是说，我们关心的那个专家学者跟民众啊，一直在问说，国内的废料到底能不能解决哈？那当然有比较不同的看法，有些认为是解决不了。那从我个人从事这个处置专业研究20多年的那个技术观点来看哈，我就觉得说，对低放来讲，国内的问题不大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整合技术跟那个促进沟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讲？你说国际上刚刚大家都也知道有70几个哈，事实上根据我手上的资料哈，运转中的有90几个。那为什么会有数据上的落差啊？因为有很多人都问说，哎，你原能会今天写89，明天写83，啊，到底是几个？其实哈，因为低放的分类方法各国不一样，好，所以处置厂的数目事实上各个学者专家的统计是不一样啊。大概我的认知大概已经将近有90个低放的哈低阶的废弃物的处置厂在运转中。那中华民国的核能产业规模或者工业技术能力都不会比某些国家差，好，所以在国际上这些低放哈，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国内的技术能力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样太大的问题。那高阶的部分，就像那个徐教授指证的哈，就是事实上我也承认，我们国内在高阶废弃物处置上的技术能力，跟国外事实上是有一定的落差。哦，那我们也是努力在进行中。那我只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哈，我们技术不行，那我们就再努力。哦，可是不做不行啊。你国内到底有没有厂址？任何人都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因为我们做的调查还不够。哦，所以是高阶的部分，事实上国内我也承认哈。做了20年，我是觉得说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哈，那还有努力的空间。那到2055年，有人也关心这个问题哈。那事实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燃料退出燃料，用过核子反应器以后，那它温度非常高，好像干储的那个套箱的表面大概都400多度C。那这个东西如果拿去处置厂的时候，第一个它操作上会有问题啊，因为温度太高，对于那个缓冲材料都会造成恶性的影响。好，所以为什么会？各国一定燃料都会有一个中期储存40年，有的国家是60年，所以各国处置时间都摆得很后面。那即使是芬兰跟瑞典，它2020年就要把它处置厂盖好，也不是所有的燃料一批就进去，它是找出来的找进去。那一个处置厂运转时间大概都是60年的一个左右的一个申请执照。那这是第一部分对于国内那个到底处置行不行的一个回应。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很感佩那个人文基金会提出一个那个共同处置的这个理念来。我们国内事实上是要有各种多元化的思考。那对于这个可行性，我是觉得说还要我是觉得是说安全理念是 OK 的。那到底具不具备可行性，要花多少钱？那这真的是在后面再研究。简单的讲，我们国内选址是很严格的。各位可以去看那个台电的那个地方选址报告，你要选定那个南田跟小丘，中间必须适应25种的那个法条，要塞堡垒法、水土保持法等，都市区域开发法、环评法等。我们找到一个厂址要25个法条，那当地
当地居民同意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基金会所提出来的共同处置理念，事实上我们核研所也思考过，那国际上也有现成的案例，就是那个瑞士，他把高低放通通摆在一个处置场，同时做深层处置。那国内离岛事实上有它的限制性，无人岛，如果将来我们低阶的要放在离岛的话，最小的面积至少要1平方公里以上，那这种无人岛1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内不会超过10个，不会超过10个，所以这个要再考虑一下，就是说哪里才是最适合的，要找出一个国内公众都可以接受，那对于国家整体利益最好最省钱的一个方法。那另外提到，就刚刚有人提到，就是说处置容器的问题，像德国的案例，它是所谓的多功能容器，一个容器做储存，然后运输跟最终处置，那这个各国的国情都不一样，要再特别考虑，因为德国有3个处置厂，Mosleben、Asse 跟 Gorleben， Gorleben 它是要放在1000公尺，你埋得越深的话，你对罐子的要求就越低，因为那个地层可以作为一个障壁，放射性物质跑到人类生物圈的一个障壁行为，所以它 Gorleben 它的花岗岩很好，所以它打算埋到1000公尺，那国内到目前是还没有把它具体化，即使德国的那个多功能容器也是只是一个想法。那大部分的国家事实上是会把处置容器跟储存容器分开，也就是说我进入处置容器的时候啊，因为像刚刚我大概提到一个问题，储存容器通常都很重，储置容器的话，对我们国内现在的有一些想法，我们是比较采用，因为瑞典芬兰走在前面，它等于是一个国际的先导者先导厂，它可以验证相关技术的可不可行，刚刚那个贺教授也讲到说一边走一边看，事实上大家都在看，那这个也是我们符合我们国家最大的利益，我们真的是不急着冲在世界的第一个，因为高放的问题是比较复杂，那我也同意那个徐教授讲法，我们还在努力。那所以说瑞典的容器大概是20吨左右，20吨以后你比较好去搬运到地下500公尺深的处置厂，所以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在中期储存以后把它重新再取出，然后放到特定的处置容器。所谓特定的处置容器，你就是要考虑厂址的地下水，它有一个腐蚀性，那地下水的流动速率等等等等中的因素，周围的围岩或者缓冲材料的厚度等等。那这个中间过程就是那个陈董刚刚讲到的，就是他很担心的，就是说怎么样去移转过来，从那个燃料储存的容器移转到处置容器，那这个事实上国内还有一些那个衔接技术要持续在发展，以上是我的说明。谢谢黄博士，有没有要补充？麻烦你。事实上没有回答问题了。第一个，我很感佩这个陈董事长的坚持，这个我觉得我个人是很佩服，坚持。那我在想，如果在5年、10年前，我没有办法预期到今天，所谓的从事核能的人跟所谓的反对核能的人可以坐下来，大家一起来谈这些技术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今天纯粹就技术做了一些交流。那如果有得罪的地方就麻烦大家稍微体谅一下。那最后一点的董事长，我要报告一下，我提出另外一个想法，无人岛，我认为这个是可以去 study， 可以去看看它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样。但是刚刚也提到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个无人岛假设未来评估是可行要去做之前，我们现在的干除是不是还是要执行呢？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了。因为无人岛大概没有那么快，你说真的要去，如果确定它可行要去实践的话，要一段时间。首先我要谢谢那个贺博士，他有提出来有关干除的服务行作业那个剂量比较高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也是有注意到，所以我们在安全审查的时候就是有要求他定合一干除的辐射防护的作业计划，还有要求他要定这个剂量合理一滴的一个措施，
那在试验转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有做了进一步的要求，例如说他储物的方法，我们要求他用长柄的哈，还有说我们有要求他自主演练，让他的更熟悉，简短他操作的时间，还有刚才贺博士有提到就是穿铅屏蔽等等，那这样子更有效的去抑制他的剂量。那除了昼夜的服防管制啊，针对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服防的管制啊，例如说他个人都要带那个辐射剂量计啊，是多少，是高的时候都会有警报，来确保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够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去作业的，这个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另外徐教授他提到就是说国内的一些技术能力可能还有待努力的地方这个也是实情了哈。但是我说我自己从事这么久核废料的，我知道这个是一定要面对要解决。很多事情不是零与一或是蓝与绿，这个往往可能都没办法去解决了哈。就是其实很多都是应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往前进了哈。那至于说处置的一个技术，我个人是比较乐观啊。因为我想到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从人世间去找到答案，我要回到自然界去找。刚才讲就天然类比等等，我们可以到其实安全是可以做得到，虽然是概念上可以做得到，不代表说我们在从事技术发展或选址的时候就可以随便，而是要非常严谨的一步一脚印、按部就班的去做。好，那我老实讲，核废料的这个是我自己的职业。那针对所有关心的核废料的朋友，我是在这里也是表达感谢谢谢各位。好，谢谢刘博士。陈董事长，还有各单位代表，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刚才听了这么多的这个技术了哈，那我还是先这个感谢董事长邀请我们署长来参加。那我们署长是派我来这个代表哈，是派环境督察总队来代表。那环境督察总队就是在负责那个环境影响评估监督的这一块，好，后续监督这一块的，先跟诸位做一个报告。那刚才讨论的技术的跟实务的问题，要说声抱歉，因为环保所业务执掌在环评，有关核能、核安、核废料这个部分是超出我们的业务执掌，好，这个是先跟诸位做一个报告。但是进入环境影响评估法的时候，就是说申请开发计划的时候，那就是要提出环境影响说明书，希望在提出之前把这一些核安的一些争议跟找出最好一条路出来，那就可以顺顺利利进行这个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完了以后，再进行这个，只要说那环评书件还有这个环评承诺这个后续监督的话，那我们环境督察总队就会陆力的来做进行。那刚才所这个讨论的所有的资料跟讯息，那我们会带回去给我们长官做一个参考。好，这个也学习了蛮多的，非常感谢诸位，谢谢谢谢。首先感谢陈董事长的邀约了哈，那因为蓝里还是被轻轻的带过，还有刚才魏博士讲就是。这个的确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问题是谁在承受这个事情，所以我做一个短短的声明跟呼吁。那海抛临时储存厂一放就超过30年，然后那个厂刚才有个博士讲什么日本的洛卡秀还来取法呢，还取经呢，但是你去看洛卡秀的那个做法跟现在我们还是在那个其实是还是等级差很多了。那1988年到现在，达悟人族人呢从事反核废跟驱除恶灵这个行动也超过25年了。那我们的小孩子刚才讲一代一代，我们那个前2年我们开始就是参与这个311的那个行动，
带队的青年行动联盟的小朋友，就是跟何辉一起长大的，他就是民国71年生的，已经什么30岁了。我们觉得很悲哀的是，我们又交给下一代了吗？那我常常听到的是，在可能包括联盟会的或什么地方的那公告，每次告诉我们是什么，大家听了会吐，叫做辐射正常啊，第二句叫做核废安全啊，老公你别惊了，没有事，有辐射很正常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2013年的6月。卫生署的公告，兰屿乡啊，已经是台湾癌症死亡率啊最高。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哈。那当初放进去，刚才很多博士在讲，就是那个就是 FPIC 原则，自由的、预先告知的、提供充分资讯的。经过在地居民同意的这个程序或这个原则并没有啊，兰屿第一个就是这样受害牺牲的，所以我们2011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到他总统府前面重新重启我们的反核运动的时候，讲的是叫做小岛对大岛的良心啊，我们小岛跟大岛都是我们共同的岛屿啊，我们有一个宣言，那我们讲的是说。诉求的是台湾人民的良心，台湾政府的担当。我今天都不是，我们当初讲，我们不是去对台电，也不是对联盟会啊，这是台湾的人民跟台湾的政府对这样一个原住民族的欺压或是压迫牺牲。但是这个好，这是一个过去式嘛，在戒严时代，那是不是也应该要做？我们诉求的立即迁移跟除役的计划到现在并没有，叫我们一继续等待永久等不到的永久储存场嘛？那个计划之严密，你说标准之高啊，就是找不到啊。但是都没有人去提说，那现在放在哪里？啊，第一个就放在我那里啊，放在那里，啊说那个没事啊，没事，我们已经是癌症死亡率台湾第一了，所以那个转型正义的补偿呢？这个都我们都还没看到，所以我们只能讲说族人对国人的相劝勉啊，300年对比10万年那懂我们当然就放在一边的这个但是请大家就是慎思抉择，好自为之。当时讲的不增加不扩散，最小危害永久管理做得到吗？怎么做？其实刚才当然也有那个台电的人或是谁在讲的，或是人家会讲的。对了，这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了。但是我们也请大家去看待说，或者立即去处理。现在还放在兰屿，那你们也觉得那个是小事，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处理呢？为什么你说搬回去？你那个大概是。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算啊，或许你们那个一束或一桶就超过我们那边的10万桶全部了，但是他已经对这个岛屿这个族人造成的那种不可毁灭性的伤害了，所以这是短短的声明，谢谢。谢谢虎谷执行长。我常听兰屿，我们说人之岛悲歌，过去那一段历史，可能在告诉兰屿族人说，我要到那边设置罐头工厂，就后来迎来的是核废料的处理工厂。那这个过去流传在外面很多故事，或许有宣导，或许有些不一样啊。那可是事实上，在程序的正义上面，兰屿人也一直强调说，可能没有经过充分的沟通，就在那边设置。那这些心声，我想我们或许在。执行公共政策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思考，而且现在可能就要必须立刻思考对兰屿人应该的补偿以及迁出的一些事宜。事实上刚在讨论说无人岛建置方案当中，其实我们已经也是希望说能够把低阶核废料也一并
跟中期储存跟最终处置一并处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可以满足蓝屿现在的痛苦，可以赶快把这些解除掉。那么最后我想就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时间，我们在六楼我们有准备晚宴，我们宜兰的特色晚宴，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如果您还有意见的，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聊，谢谢。最后我们是不是请董事长要不要跟我们说句话，副局长。啊，各位，我们都是为了这块土地的荣幸啊，尽心尽力。啊，过去做了偏差或者不够的地方，请能够再思考，啊，再重新定位。因为这我就这块土地，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居住了，而且这是600多万人口的一个都会区啊，这么多的干式水龙头，就摆在这样的一个30公里内的区块啊，我觉得这是我怎么想都不敢想象啊，所以我刚刚看到那台南厨艺的计划是后面都全部做干厨，做中期的。到最后是最终弃置场啊！那环保署的长官，请你在做环评的时候啊，做厨余环评的时候，绝对不能同意在做露天干式厨余。这点哦，那这你要进里面守护台湾土地的，这不能轻，你们已经同意他做干厨了，对，合一合二了，这是你们环评的为我化解是。你也对核工了解不多啊，所以很容易就通过了。所以核一核二的干涉是在于技术跟执行为充分啊，民间不够成熟之下仓促决定的。所以以现在我们的。所收集到的资料，每样都可以证明说，这是一个很不可做下去的一个干式储存啊，因为你做容易，你要收拾是很难的。啊，这是千万记得这句话，要走就简单嘞，走来就砸，要收拾，那是比登天还难的那。这样的一个执行啊，工作这样的一个目标执行是一个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在这里，我想若有时间啊，黄博士，你要我们再谈更深入技术，我都欢迎的，因为你的程序做得到这个样，整个 process。整个你的设备，你现在哈设都没有，你怎么谈呢？对你哈设都没有，你怎么确保说你有保证能力没有嘛？你的设备完全没有到位嘛？你的人员都没有嘛？你怎么保证安全？你的申请的资，你们所送出来申请资料只不过是什么类型嘛？电脑的什么类型嘛？什么类型不带不？什么类型要的程序要经过做？都pilot test， 还要做 pilot run， 还要做认证，因为你们跟那个，你把那个 UMS 的那个 NIA 的那个 UMS 的那同志给做了很多更改嘛。你的那传送互相也把它消薄了嘛？你掉了这两只，太多了，看得我都这谈下去谈不完的。所以这样，希望你好好监督伊。哎，那会物管局长，我讲这样走了，我一定给局长，给客两尊，客尊的，
鬼月啊，鬼月，鬼月，赶带回去的，勤快的，勤快点啊！对啊，我当，我当一个鬼鬼啊！我就这样，过那一次，过那一次，我过下，过了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熟读所有的甘氏储存，我就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今天才把甘氏打下来。所以希望一个要选总统，一个要选市长啊，希望你们能够促成，不要造成这一个，因为最懂得保护台湾的，我想朱立伦啊，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都想一下。